那我们那伙人有踪迹吗？八真是他们地盘，一到这儿就不好找他们了。啊，直觉告诉我会有大麻烦。什么大麻烦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穆婉晴送回去。我不走。 严阿姨把这里的情况跟我说了一下，我决定还是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再走。这些事情已经不是学校内部的事情了，八镇当地的势力非常复杂，你牵扯进来很危险。行了，你们先撤吧，我跟他聊。 外婆把这个学校留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牵扯进来了。把这里的孩子照顾好，是外婆的遗愿。你回去对这所学校持续的给予财力上的支持，也算是完成外婆的遗愿。这是我的责任。把你带回去是我的责任。我先不说这个学校四处透着一种奇怪的气息，你仔细回想一下。 那一系列针对冒领的事件，我认为那个长头发长连毛胡子、罪魁祸首现在就在这儿。你直接说是冯聪不就好了？对，我说的就是他。你不觉得这些事太巧合了吗？他一出现，你的手机就丢了。我怀疑他意图不轨。我呢，基于你以前做过的事情，对你现在是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 我是为了保护你。又是这个理由，我不知道你们三个在背后搞什么鬼。